年一度嘅花卉展，听日喺维园嗰度开幕噶啦，睇有啲咩主题？东亚运吉祥物东仔同亚妹可以话系花卉展嘅亲善大使，喺门口欢迎大家。又带领马骝、河马、大象同埋熊人等九只动物参加运动会。今次龟兔赛跑结果系点呢？大约40,000棵康乃馨、白菊仔等花卉植物为佢哋添上色彩。受到金融海啸影响，今年少咗一个国家参展，花卉数量亦都较旧年少，有超过350,000棵。地方啊，如果做唔到咁大，用翻一啲軟性嘅植物，同埋一啲硬嘅，譬如一啲水景啊，配合翻咁平衡翻嗰個造價嘅。圍住呢個大波波嘅就係今屆花卉展嘅主題花秋英，佢顏色靚，品種多又易種，市民可以花10多元買佢花旗，一嘗種植嘅滋味。無線電視記者羅若安報導。